6月18日，实力唱将蔡健雅举行说到爱发片记者会，与其私交甚好的李宗盛在当天也特别送上红酒庆祝发新片。在创作新专辑期间，他经历了爸爸过世，因此对于爱有了更深一层的体悟，甚至认为爱这件东西是我不能勉强了吧，但是其他的东西我还是可以真的用现在就是现爱是现在进行式的方式去面对。对，大长的李宗盛自曝曾到蔡健雅的香闺煮宵夜，两人常靠 MSN 互相联络交流，被问到是否欣赏像李宗盛这类型的男生，蔡健雅表示承认，但也就仅仅是纯欣赏，两人是良师益友。就是我觉得我看大哥就像很多我们女人就是看那种很有才华很男人味，就是也很有男人味的男人，就是会欣赏，从一个距离去欣赏，对。